我来看你了。新娘，你不要难过嘛，在这儿只是住一阵子，等到事情过去了，百花楼还可以再重新开业的。好了好了，不可能的事就不要再提它。哎，你不是错了。哎，这屋子里脏得很。新娘，我又不是客人。我这儿以后也不会有客人。坐坐坐。哎，伺候人呢，伺候了一辈子；涮盘珠子呢，也剥了一辈子。到头来还不是弄得个人财两空。我要早知道后头有这一天等着我呀，我这前头又何苦这么日日夜夜没完没了的干那一杯又一杯的苦酒啊？我原以为可以苦尽甘来的，没想到，娘不会这样子的。那还能怎么样？你说我还能怎么样？至少还有我爹，等我爹回来。算了吧，你爹。他是这个世上最靠不住的人，我与其等他呀，我还不如等死，我来的洒脱痛快。有你爹的消息吗？我就说嘛，全天下就他最靠不住。你现在呢，好在是嫁了人了，好歹身边有个人照顾你。小豆芽，姨娘以前答应你的事情没有替你做到，你会埋怨我吗？不要这么说，姨娘，这都是缘分，该凑在一块的人先求不来，是躲不过的。更何况现在我的心里过得很踏实，也很平静。以前的那一段日子就当是过去了，我怎么会埋怨铁蛋哥，也怎么会埋怨您呢？你这是认命啊，比我知足，我也认命。可是我这骨子里头，我就是有着一份不甘心。我一想到我那辛辛苦苦经营的百花楼，让人一夜之间就给铲平了，我这心里头往哪头想，我都不甘心。娘。算总账的时候了。不可能，不可能啊！你是说真有人在城里看见过大少爷？是啊。莫非他已经回来了？那于强也赶快来告诉我才对呀、啊！可是老爷，我那朋友说十来天前就看见他了。不可能，见鬼了！十来天前大少爷早去上海了。我也是这么跟他说的，可是他一口咬定那是大少爷嘛。这个人认识大少爷？认识啊，就顺兴领航的少东啊，以前经常到钱庄来找大少爷的。那他既然看到他，有没有上前跟他说话呀？没有，他说当时少爷穿个长褂，那么晃了一下，等他认出来的时候，人已经走了。看错了，大少爷从来不穿长褂的。可是他一口咬定。进来。好，是四少爷来了。哎，啊，长茂，哎，朕没你什么事了，你回钱庄去吧。哎，是。哦，对了，铁蛋呢？哎呀，别提这个混小子，提起他我就一肚子气。这，三爷。你找他有事儿吗？
哦，也没什么事儿啊，只是要提醒你别忘了把他娘那个利钱呢，按时给他派过去。这百花楼是已经垮了，九姨娘那些老本就都全压在咱们这儿，我们要替人家着想啊，千万不能够马虎啊！啊！啊！我明白了，我明白。三爷没别的事儿吧？嗯，那我先回去了。哈，四少爷，来坐坐坐。三爷，您别再称呼我四少爷了。这好，哎呦，我只是一想到佟大人呢，就这么自然顺口这么叫你了。要不我跟着铁蛋一块儿叫你玉官怎么样啊？哎，玉官，坐坐坐坐坐坐坐下来说啊。坐。玉官呐，找我有事儿啊？哦，对，三爷，您刚才提到。百花楼被砸了，这怎么回事？铁蛋没告诉你啊？我这两天没碰到他。哎，还不是那个姓柯的吗？姓德，德雅仲，德雅仲他做什么缺德事了？还不是为了找他那个宝贝七姨娘，昨儿个性子一来，把百花楼就给拆了。七姨娘，您说也是小蔡姑娘？嗯。小翠姑娘不是在德府生了场病吗？你也知道啊，我听铁蛋说的。哦，不过听说呢，这会儿又逃出来了。嘿，这倒是件好事，是不是啊？是是。那百花楼被砸，铁蛋他娘、哦……铁蛋他娘啊，有些私房放在我这儿，这你就别管他了。倒是你啊，怎么样啊？家里最近还好吗？马马虎虎，还过得去。那你爹呢？有没有到天牢去看看他呀？试了好多门路都没办法进去。哦，三爷，正好这件事有求助于您，您没认识什么朋友，在刑部可以帮个忙的。哦，哎呦，我交的朋友啊，大都是生意往来的商家。在官场的嘛，可就少多了。啊，不过我会想办法帮你打听的啊。啊，玉官呐、啊，家里头如果有什么不方便的，尽管开口，不要进了典当了都不肯来找我。啊？啊，否则的话，铁蛋可就要怪我了，说我没好好照顾他的好朋友啊。嗯。我明白，不会的，不会。谢谢三爷。啊，对对，来来来来来，我来我来。您说过吗？种的东西让我来提嘛。哎呀，不过是一桶水嘛，以前我还不是这样提来提去的。以前是以前啊，现在是现在，以前是跟现在当然不一样了。以前跟现在真的不一样啊。可是，这些日子以来。我觉得唯一没有变的，是你，还有武馆。还说没变呢，都已经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说，在武馆里这感觉啊，就像以前我跟铁蛋一样，常在那边进进出出的那种感觉一样啊。不一样，那时候我压根都没想过会嫁给你。还记得那个时候，你在那边说了一句话，我记得很清楚。你说，说什么？你说，人总是随便许个愿，然后就痴痴傻傻活一辈子。可是到头来，想到他不来，不想到他就自己来了。你还记不记得？不记得了。嗯？你不记得了？就是到百花楼找铁蛋，你扮男装的那一次啊，那话不是跟你说的。我知道，可是我一听这句话，我就觉得那个不想的是我，然后我就来了。以前的事儿不要再提了。这有什么关系呢？没有以前哪有现在。而且，不管你是想我还是不想。不是都在你身边吗？玉官，嗯，我
觉得铁蛋哥他的命好苦哦，他这辈子不晓得到哪一天才能圆了他对小蔡那份心意。如果没有那么一天的话，那他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啊。如果他想不开，别人也帮不上忙。别说小蔡他现在下落不明，就算小蔡他现在得救了，你别忘了还有带头书生呢，厉寒我哥哥。这件事情你会帮他吗？感情的事情不能勉强，你也知道小蔡他心里只有带头书生呢。可是李诞哥，你为他费那么多心思，他总不会对他一点感情都没有吧？这也是两难的事啊。我只希望厉寒哥能够马上回来。宣统二年，西元1910年3月29号，由孙先生领导的同盟会号召了有志的青年，在广州又一次发动了革命的行动，以鲜血向满清专制和40000000中国人再一次宣示了驱逐鞑虏、恢复中华、创立民国、平均地权的坚决信念。这一次的行动虽然功败垂成，但是因为殉难的同志皆为才学兼备、有为有守的青年，因而震惊了智库300年的人心。适逢惊蛰，春雷奏响，一时惊天动地，风起云涌，革命的浪潮已经席卷整个中国，而满清皇朝的末日已在眉梢。杜立寒，三爷，不好了！怎么了，长茂？刚刚上海来电报说，受时局影响，国库券在上海暴跌呀！什么？请说咱们投资的国库券？是啊。现在情况怎么样？跑也跑不掉，捧着手里跟废纸一样呀！完了，完了，这下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，这下，我那笔关款啊！老爷子，岳飞回来了，就是人家回来了。哎，快请他进来，我还见他。哎，查啊查！我要是这笔款子补不上的话，那我岂不是？爹，我回来了。哎呀，你瞧你还笑嘻嘻的样子，这儿都出事了。我听说了，是不是广州的事？我在火车上看过报了。哎呀，我还管那些毛孩子广州革命那档什么事儿？我是说国库券这档事儿啊。国库券。国库券怎么了？跌了，跌破面额还不算，跌成了废纸了。又怎么样？跟咱们没关系啊。怎么还没关系呢？你捧着我那官款到上海去，不是就搞这个倒霉事儿吗？现在完了，完了！你哎呦，上边还在查我这个官款的事儿，你叫我这个心里头怎么不着急呢？爹，我看您是白着急了。白着急？我根本没有动这笔官款去炒国库券。哦，你说你根本就没下去玩这个，我怎么可能会笨到去趟这趟浑水呢？啊，当初您跟我提呢，说是挪用这笔官款去炒国库券的事情，我自己也是觉得大有可为。可是等我人一到了南方以后，我一看看这局势，我就觉得实在太冒险了。万一要是有一点点风吹草动的话，您这笔官款不就全都血本无归了吗？啊，所以我人一到了南方以后呢，我就观望了一阵子，还好。不出我所料，革命党只要一有行动，这国库券就跌惨了。所以爹，你放心，你的官款呢，平安无事。哎呦，仁杰，你真不愧是我的好女婿啊！你知不知道，爹，这真是这阵子急的哟。爹，急什么呢？你这么相信我，把这么大一笔官款交代给我了。我没帮你赚一点回来已经很说不过去了，怎么可能还会让你亏钱呢？是，况且呢，爹，这是你第一次交代我做事情，我不好好做的话，我还会有第二次吗？哎呀，仁杰，你不知道这件事你让我虚惊一场吗？哎，好，这官款能够平安就好，平安就好。那现在这笔款子呢？啊，我离开上海的时候，我是挂了一个汇丰银行的电汇，这两天应该就到了。三姐，
德福，我有事先出去，我爹在里面。哎呦，德福也回来了，哎，也在里面。哎，这，爹，哎，静云呐，这人杰回来了。景云，想不想我？你什么时候到的？刚到，我刚一进家门就让爹叫进来训话了。哎，我怎么是训你呢？我夸你站你还来不及呢。哎呀，景云呐，人杰啊替我把这个官款给保住了。哎呦，嗯，他没有陷下去，他没有把这个国库券呢，哎，这笔生意往下陷，这下好了。爹放心了，这块石头可又放下去了。那爹可要好好的谢谢仁杰喽，才不枉费他这么辛苦跑这一趟啊。哎呀，其实呢，我在上海也只不过是跟一些朋友喝喝茶、聊聊天，谈一谈局势。不过爹还好是这样子，所以我才看清楚了这国库券的事情，没有贸然去做。不过这件事情啊，被套在里头的那些王公亲贵恐怕也不在少数哦。我听说好像是这样子的。其中还包括你爹。我爹啊，他以为哎这个里边有利可图啊，所以范小姐马车准备好了。大少爷，大少爷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怎么先拿个电报回来呢？好让我去车站接你啊。不用不用，没什么行李，所以就用不着麻烦了。爹，今儿个我跟亲王府的六哥哥约好要去喝茶，我该走了。哎，这什么六哥哥？这什么时候不能喝茶？人家回来了，喝这喝什么茶？不要去了。可是爹，我回来又不是客人，所以不用请您陪我。况且待会儿我还得去看看你爹呢。那倒是，是得去看看你爹，他这下子恐怕亏惨喽。那你就让景云去吧。嗯，那你就去吧，别在那待太久啊。哎呀，上一回我还以为人家不在，没人陪伴你，没拦着你，这会儿人家回来了。也要收收心了。我明白，那我先走了。景云，那晚上见了。晚上见。于强，你就留下来陪大少爷吧，我让德福帮我备轿。不行，庆亲王府这么远，一定要于强陪你去。于强，是大少爷。我人杰，坐坐坐。这回回来啊，也不要再到外边乱跑了，多在家里陪陪景云嘛。啊，是爹，这我知道。好，好。你说你德世伯那笔官款没有投资到国库券里去？是啊。那你到上海去是？哦，我是替他处理一些私事，这是两广总督当初在任上亏空的一笔钱，让我去补。我在上海跟钱庄银行的交情都够，所以他非要我去不可，这纯私事啊。怎么，爹？难不成你会认为说，我背着您老人家到上海去帮老头子炒国库券去了？我，大少爷，现在你到上海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已经不重要了，要命的是，三爷把大笔的资金押进去炒国库券，全都赔光了。爹，会有这种事？哎呀，怎么会这样子呢？我当初不是跟爹提过吗？国库券那件事情不可靠，不能做，为什么不听我的呢？你看，如果当初听我的，就不会发生这种事了。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呢？现在钱庄已经危险了，从上回采矿到这回炒国库券，这得赔的两笔，这么一加，钱庄的钱几乎已经都快掏空了，这银根已经紧到捉襟见肘了。再加上现在时局这么不稳定，如果再有个什么风吹草动，这钱庄随时会出问题呀。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？爹，当初我以为你对国库券一点兴趣都没有，所以后来我就没有再跟您提起来过。现在投资这么多钱进去，这下不是亏大了吗？与其说是亏了钱，不如说是亏了20年。20年呐，多少个日子，多少的血汗，这一点你最清楚，因为我花在你身上的跟花在庆子浩上的是一样的多。不过没关系，我这个人唯一的好处也是唯一的本钱，就是我不怕输，不管赌什么我都不怕输，更何况
还没输呢。对对，您是不会输的，就算这次亏空了一些钱，要补也是很快就能补回来的。对，别忘了，您还有这个儿子。当初你这个儿子是为什么目的入赘到德府去的？如果这个老头子还像现在这样的一直信任我下去的话，德府所有的一切不早晚还是您的吗？这么说，后头都得看你的了。知道。怎么样，今天在清溪瓦府玩得开不开心？还好。你，我知道我在上海这一阵子冷落你了。我说过我已经习惯了，反正我过日子也只不过是打发时间，你没空陪我玩，让别人陪我也是一样的。好，不管怎么说，只要不怪我就好了。我不会怪你的，谷少爷。锦云，我时间不早了，我去睡了。啊，对了，这次我替你爹保住了一大笔这个官银，他心里一定是乐坏。你知不知道，那些王亲贵族们啊，都因为这次的国库券事情啊，栽了一个大跟头。我替你爹保住了这个老本，他一定可以到那些王公贵族前面去好好炫耀一番了。对了，金云，听说府里头出了事啊，是不是七姨娘跑了？怎么会这样子呢？你爹怎么会让七姨娘跑了呢？我不知道。如果你对这件事那么感兴趣，那下人们会告诉你更清楚些。你爹呢，在官场上的确是有两头，可是他对女人好像是越来越罩不住。你看他会不会就这样放过七姨娘了？我看大概是很难，没有哪个男人能够忍受他身边的女人背叛他嘛，尤其是你爹。你说够了没有啊？怎么了嘛？我以为你一直希望跟我聊天，所以我还绞尽脑汁的想一些话题来。那还真是难为你了，你何必那么费心呢？我并没有开口求你什么啊。那你既然嫌我的话，那我就不必再做这个吃力不讨好的事儿。你先睡吧，我找你爹聊天去。嗯。哎，大少爷，没钱，这么晚还在这儿？啊，最近府里面不太安宁，所以我出来寻寻转一转。哦。哎，大少爷，您还有没有别的吩咐？没有，吩咐倒是没有，不过有件事要谢谢你。这阵子我到上海去，多亏你照顾三小姐，那是应该的。既然是大少爷吩咐的，我当然是尽力去做了。不止尽力，做得很好。改天找机会要好好谢谢你。我到书斋去跟老头子谈一下生意上的事，你忙吧。是。大少爷慢走。三小姐，大少爷他又惹你生气了，你要我怎么帮你？你只管说。于强，我该怎么办呢？就是到上海虚晃一招来耍我的，他知道我不会相信他，他算准了我不会相信他，所以将计就计，回过头来反用了我的疑心，一定。
定是这样，一定是这样。可我怎么会？我太低估他了。不过他也不该太小看我。我走的向来就是绝处逢生的。如果你故意整我，我也不会让你好过的。好了，喝那么多酒干什么？给我。心情不好喝两杯也不行吗？哦，你心情不好你要喝酒，问题是老娘闻到了酒味，我心情不好。娘，你别管我行不行嘛。哎呀，你找不着小差你就拼了命的喝酒，能解决问题吗？娘，小差跟钱儿到底到哪去了嘛？你就让我好担心啊。这万一，万一这个姓德的比我先找到他，那不是玩的吗？铁蛋儿啊，你老娘现在是没辙又没辙，我是真没辙了呀。你仔细想想看，有哪一件事情是我们用了心之后事情就会变好呢？有哪一件事情我们不是任人捉弄啊？所以你问我小差到哪去了，万一那个姓德的先找到他怎么办？那我告诉你，找着了他就找着了，还能怎么办呢？就好像当初小差执意要嫁给那姓德的一样，咱们一样没辙，你懂了吧？这不一样啊。那以前是我不知道有这么回事，现在我知道的话，我就不会再让它发生第二次。现在不管小差怎么样了，你的钱庄当差的事怎么样了？钱庄又不是我的，小差才是我的。你还在做梦啊你啊！现在不管小差是不是你的，你得记住，三爷我们是再也不能得罪了。你要知道，娘的那些棺材本全在他的钱庄里头，你好好捧好了你的饭碗，也算是替你老娘看稳的那些棺材本啊，你懂不懂啊你？哎，你找不到小三，我是不会松手的。小三一个亲人也没有，咱们是他唯一的亲人。现在除了我会关心他之外，还会有谁去找他？爹，您找我啊？仁杰啊，爹有些事儿呢，想跟你商量一下。什么事儿，爹？钱庄里头银根吃紧的事啊，那天你听你张叔已经说过了啊。是，那我想应该没那么严重吧？目前是没有啊，不过我看现在市面上人心惶惶的，很难说没有一个一万万一的，所以呢，我想先调一笔钱进来，让银根压力缓一缓。在这个时候如果能有一笔钱进来，固然是很好，可是爹，这钱总不可能平白无故的从天上掉下来吧？哦，是是是，没错，这钱是不可能平白无故从天上掉下来，不过钱确实可以从人的手上转过来。不明白爹的意思是？我的意思很简单，我是想先从你那内务府的官款调到咱们庆字号钱庄里头应应急，你看怎么样啊？不是我干怎么样，爹，而是那个老头子，他不可能答应的，因为现在上面朝廷正在追他这笔官款的去向，他急着把这笔钱挪回来都来不及了。但这个节骨眼，他不可能把这笔钱再拿出来借给咱们庆字号救急的。哎，要是我开口是不可能，可是要是你开口，那就很难说喽。目前那老家伙对你是信任有加呀，连官款都肯交到你手上让你处理，可见你在他心目中的分量。而且呢，我们调这笔款子是为了应付钱庄的急难之需，你不至于连这个忙都不肯帮爹吧？
爹，筹码是一点一点累积起来的，你一次如果把筹码全都输光了的话，这不太可惜了吗？当然了，我愿意去试试看，跟他提一提。可是，一来我觉得可能性不大；二来呢，我觉得如果在这个节骨眼让他知道咱们庆字号有麻烦的话，他万一使个坏心眼，把他存了咱们庆字号的钱，所有一家伙全提走的话，对咱们现在的阶段情况来讲的话，不是等于火上加油，好让咱们庆字号一家伙垮得彻底啊？你考虑的有道理。不过，也许我考虑的要比你多那么点儿，因为我最了解庆子浩的情况，我也了解那老家伙。更重要的是，我了解你，了解你在他心目中的分量，所以我才想出这个办法。可是爹，这个进来，三爷。哎呦，玉官你来了，您找我？没事没事，哎，来来来。我正要给你介绍我儿子认识呢，任杰，这是刚到咱们洋行那里的小伙子，是铁蛋介绍的。他爹啊，就是前外务府督办，姓童。他呢，我叫童玉官，我们在报馆曾经见过一次面，您忘了吗？啊啊，对，见过见过，在报馆，记得起。哦，原来你们早就认识了。我们只见过一次面，不太熟，以后还要请古大少爷多指教。任杰啊，玉官呢在洋行里头工作，以后你们还有很多机会，经常可以见到面啊。对，以后还会常碰面的。哎，对了，任杰，刚才我跟你提那档子事儿，你是不是开口问问呢？好，我回去尽量跟他谈谈看好了。哎，光谈一谈不行，一定要谈成才行。我会尽力的。谁是谁？是谁？你出来！你给我出来！你不是要杀我吗？要杀我就出来！易小斋，你要杀我，你出来！那您在跟谁说话？任杰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刚回来，我经过书斋，看到你灯还亮着，所以我进来看一看。跟谁说话呢，爹？没有，我还正想找人陪我聊聊天呢。哎，爹，这幅画坏了，我记得原来好像不是这幅画嘛。哎呀，这画挂久了也会腻的嘛，所以我换一幅挂一挂。哦，原来是这样的。哦，任杰啊，这回你帮我保住那官款，我这是要好好的谢你啊。我只是尽我的本分，做我该做的事。任杰，我没有儿子，你是我女婿，就是我半子了。往后爹有什么事，你得好好帮爹拿捏一下，我不会亏待你的啊。我知道，爹。哎。那好，哎呀，那就好。哦，对，那笔汇款已经到了吧？
啊，到了，我是从汇丰银行电汇回来的，恐怕需要几天时间。这样吧，爹，我明天一早就去查一查。要快呀，上面已经要查我，要我交代清楚这边关款，我赶紧替我办好，爹也可以了装心事嘛。啊，好的，爹，时候不早了，您们先进去歇着。哎，不用不用不用。哦，对了，任姐，哎，这阵子外头很乱呐。 你这儿呢？哎，你要的药材我们这没有。哎，你怎么这么讲话？我们同仁堂什么药没有啊？少爷，您生气啊？这是新来的伙计，嘿，您要的什么药材，或者是大夫开的方子，我们这都有。可以说应有尽有。嘿嘿嘿。小差有没有？啊，小差，小差啊！哼哼，我就知道你们没有，对不对？但没有还敢说应有尽有？我看改明儿你们同仁堂招牌可以倒过来挂了。我走了。 这小差，小差是什么呀？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。哎呀！关门真冷，关门真冷，关门真冷，关门真冷。不是你，你找我？差点忘了你这德府的大红人呢，不敢当。干什么你？ 我问你，小差在德府里失踪时，你听说没有？听说了。什么叫听说啊？啊，我人在德府外，那叫听说啊。你人在德府内。我没亲眼看见，就叫听说。你老实告诉我，小差跟他那个丫头是不是真的逃出德府？他现在躲在德府里，这我就没听说了。文姐，我老实告诉你，我要找他，而且我非找到他不可。 谁要是挡在我前面的话，谁就倒霉。你这语气倒跟我老丈人挺像的。我告诉你，他也要找他，而且找的比你还急。你们两个慢慢比赛好，我没时间奉陪。人贱！我告诉你，这就叫三十年风水轮流转，没想到风水转的有这么快。怎么样？求人的滋味不好受，会让你一辈子都记得。其实你也没什么生气。 这叫公平。药好了，啊，谢谢掌柜的。哎，不用了，上次给的药钱够了，这会不用了。好，谢谢。哎，三桂呀，我差点忘了给你恭喜啊。你恭喜我什么？ 今儿你早啊，三小姐顺道经过这里啊，说是身子不舒服，要我给她把个脉，结果你猜怎么着？三小姐有喜了，有喜了，是啊，所以啊，我这会儿才敢给你恭喜啊，掌柜，德大人夫人可是清一色哦，这会儿你如果加把劲儿啊，往后德大人一定会更另眼看待你。哎，我这里啊还有一些疑难处方。 如果你想要知道的话，我可以。不用了，掌柜的，谢谢你，改天再来给你请教。我这儿还有点事儿，先告辞了。啊啊，好，好，好，哎，掌柜呀，慢走，慢走啊，哎。你解脱了。干什么？把这些东西拿出去散一散。啊，我知道。
哎，这什么东西啊？好眼熟，这不是我兄弟德古的那点药方吗？哎，那如果现在跟着他，就可以找到。哎，奇怪，会是谁来买这药啊？真没想到，秦他竟然……有件事情我不知道你还有没有兴趣。如果你能拿他当成扯平的条件的话，我可以告诉你事情的经过。叶姑娘跟叶牧师是在船上被炸死的。炸死？没错，是我亲眼看见的，就在那个张家渡口外。我当时是送一个包裹到那儿去，就你从上海寄回来那个包裹啊。我把东西送到张家渡口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从上海寄什么包裹回来？那东西是你寄的，我哪知道啊？我只记得当时是张叔交给党首大哥去办这事儿，可是党首大哥他偷懒，所以我才有机会把这个东西交到叶姑娘手上。才交到手上没多久，看他们上船，船就炸了。你现在总该知道，你成天巴结奉承这个老丈人下的是什么样毒手了吧？你现在还有感觉啊？你还在乎叶姑娘生死啊？那你还能心甘情愿当那个狗官的赘婿？放开啊！你现在总该知道我为什么那么恨你。不过没关系，现在后悔还来得及。你只要告诉我，小钗是不是真的还躲在德府里？我无可奉告，你问的事情我无可奉告。因为当时事情发生的时候，我人在上海，我不在府里，所以发生的事情我通通没看见。不过我可以告诉你，德府的人随时都有远线在盯着你，你最好求求老天爷，不要让你找到你想找到的人，否则后果你自己可想而知了。你到哪去？我回德府。你他妈的，你到底在帮谁呀你？帮我自己。喂，呸！狗官养的就是狗官养的，什么玩意儿？想